然自身是一个人的绝望。骤雨浇熄微弱生机，撕裂伤口落印痕迹的错堂，失血迷不清机，只想遥远前方，谁眼神太仓皇，来不及躲藏，暴雪无勇气到心脏，倒数度秒是救赎，是解药还是出逃，而水火的信仰不知闪烁的光，难道只剩虚伪的谎。我叫白小飞，我的身边发生了无法想象的灾难，我要活下去，并且救出更多的人。小薇，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。我叫白小飞，今年23岁，是一个平面设计师。半个多月前，我所在的城市受到了病毒感染。就在那时，我的女友小薇打来电话，说要和我分手，她可能也被感染了。为了查清真相，我向着市中心的感染区一路前行，一路变强，中途也结交了很多朋友。现在的城里到处充斥着师兄、外国入侵者、邪教徒、难民、军队，唯独少了我的那个他。其实我只想找到小薇，然后带着她逃离这个荒诞又恐怖的城市。可是眼前这个我路上随手救的姑娘，就在刚才为了救我，把她自己全部交给了我。不过才相识一日而已，我有点不知所措。小飞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发呆了？施主，苦海无涯，恭喜两位喜结连理，祝你们早生贵子，说不定女施主已经怀上。小和尚，出家人不打诳语，你又犯戒了。小飞哥哥，我无父无母，自幼在血莲教中长大，现在血莲教已把我当成叛徒。我知道哥哥是好人，不然也不会把我从恶徒手中救下。希望哥哥不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，我愿意随哥哥为奴为。别哭，虽然我们认识不久，但也算是同生共死过了。放心，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。以后你就随我回我的故乡一起生活吧，但是现在我必须去一趟医院和图书馆救我的朋友。你乖乖在这里等我回来，明早10点离开 H 市。我在这儿等你回来。哎，哪来的医院？三施主，安心上路吧。各位等我的好消息吧，我一定能救回朋友的。靠，丫的还好放的不是送殡的医院，不然我跟你们拼了。博士说，只要开着驱逐类的次声波，路上的师兄就不会靠近我。前面正好有一只，来试一试。这个，博士的逼格之高，吾等只能膜拜呀。悟空，摩擦摩擦，师兄就走了。一路摩擦去医院，没有师兄容易多了呀。地上有很丑的字，是他们留的。小家也走散了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先跟着箭头走吧。右边。找到小薇了，这是真的吗？还能相见吗？喵。杀害魔术师大人的凶手。一个不留神，前面多了一个巨型的干脆面呀。报告大人，城里还生还着的人类大部分已经集中在2号楼处了，人类所需要的物质也都已安排妥当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龙先生，你为什么要抓这些人还要把他们关起来呢？那些人类是我的食物，诱饵、保命符，真是不错呢。而且人类的顶级武器还不敢向这里投放。妙哉妙哉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还有，
你从古代复活而来，又姓龙，你是龙驹吗？不，我乃龙佑。龙佑，历史上应该没有这么一个人吧？又或者，难道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？约阿希姆派曾说，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，但事实真相只有亲历者才知道。炎黄的历史确实应该没有我这个人。我只知道萨达姆和贝克汉姆，这龙先生在图书馆到底看了多少书啊？这藏书各种并无动因的历史，不知那上面是否有记录呢？我还有一个重要问题，龙先生，你说极度厌恶人类，要重新安排食物链，那为什么不杀了我，或者也把我感染了呢？或许是因为像某个人吧。好了，今天的闲聊就到此为止吧，我也看不下去了。这座城池已经完全布置妥当，包括那个故人之后，是时候该出发了。走吧，小慧。要去哪儿？龙先生不是坏人，一直跟在他身边，或许我能改变他的想法。为魔术师报仇的吗？没见过这只大猫啊。说话的是头上那只手臂，难道是那个东西控制了这只大猫？哼，不过说到猫，我可是养过那么一只，而且耳边的歌曲和街边的广告牌结合一下，不正是对付猫的利器吗？不行不行，如果用那个东西摩擦摩擦，实在是太无耻太无耻了，我这样的正人君子怎么能这么干呢？老王的隔壁是儿童玩具店，就是他了。肥猫的速度肯定没我快，冲刺吧少年啊！门口就有现货，跟着唱啊哈，摩擦摩擦，再跟着毛茸茸的大腿上摩擦，摩擦气球产生静电，将带有静电的气球全部吸附在猫的身上一侧。你在干嘛？我这次控制的食猫肚子里全是高腐浓酸，有本事你就砍我吧，要不然只要向你吐一口酸，这样为什么不能转身呢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我家那只蠢猫在身体一侧被我贴上胶带以后，也会变成横行的螃蟹哟。我一直是这么玩它的。你要做什么？哼，听说你能控制师兄啊，魔术师竟然留下了这么好的装备。哼，你给我带了什么东西？你给我老实一点，这是我们炎黄科学家发明的定时手表炸弹，我已经设定成了10天后爆炸，没有密码你就死定了哟，以后你要听我的话，知道了吗，破手？可以，但是你以后一定要解除这个。 OK 的啦，哈哈，好东西你值得拥有。继续前进，你们等着我。小薇，真的就在前面了吗？变异了吗？一开始就已经猜到了，可是为什么心里还是这么的痛？不过被人抓了又是什么情况？是被人类抓了，还是被其他师兄抓了？先关闭驱逐磁尘暴。是往上走还是往哪里去呢？这有新留下的记号，下地下室。这电梯还能用，下去看看。小鹿、小胖、小伟，黑乎乎的什么也没有啊，不会是走错路了吧？不对，强化过的五官特别灵敏，如果仔细听能隐隐约约听到声音，好像是。窗外灯光不言不语，窗内寂寞的人喧嚣不知停息，彼此想要什么危机，为什么一定要尽情欺骗自己？
就努力就有奇迹，都说只是一场游戏，所以说不用珍惜。